倾斜一点啊，来煮。怎么可能？他这个洞已经给的够大了。这样才好玩啊！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那个集团店，然后我们刚刚小帮手他无聊，他在这边谈，因为这个洞给很大了，他那个洞给超大的，看一下，超大的，好扯哦。所以这个，所以现在我谈的那个角度啊，如果我摔打，能够把它摔打，对，能够打那个角度的话，看看，哦，要再大胆一点，因为我没有摔过来。再过来一点，厉害哦！哎呦，没动，这边可以甩进去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要打这个角度。是啊，就打这一个角。哇塞，捏229去撞。看能不能撞到它那个45度角。哦，乖耶！哦，你这个229，不见了。229，既然是你搞的，你把它撞回来。没菜，这真正是没菜。可是这一台就是，我们就一直直上一下，其实我觉得出的几率很大。因为很少洞会给到那么大，它只要那个角度，很有把握不会出吧？不可能。你看，可是它这个躺这个角度不行。直上直下就好了吧？它差点扭动口。香味。这个角度对不对？对。而且重点，它没有下线长度。哇！哦，来来，再打再打。你看。那个真的是呛味，人家弹跳塔都是45度的呛味。哦，对，再打45度角。哎呀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看一下，稳过的、啊，这个是完全给很大洞、啊。可是你旁边那个有办法左右吗？他左右甩打，先试看看。打的力道非常的小了，然后因为我怕甩太近的话会捏到，不要甩那么近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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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它能够真的出来一点的话，用229撞，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。打，不动。左右打的力道真的小，有没有？就像这样子，刚开始现在这个角度不太好。歪歪的。嗯。啊，哎、欸，有吸起来。可能是吸起来，可能是角度差了点。可是它那个，哇，歪了歪了，它重练了。转动口。瞎嘞，这台非常的瞎，真的是很瞎。对，这样会吗？哦哦，这是怎样？刚刚我一直不会的时候，我想说它倒下去，它如果这个角度啪抓到的话，抽下去吗？嗯，很有机会。哎呦，不行，还不如去给它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在这边跟它耗。这台我觉得是能够跟他玩，可以跟他玩玩看。我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会弹回来。这台不太会装。啊！好了，出货。再让我出货一次。上次出那一次太爽了。对啊。终于感受过弹出229的感觉了。枪位只要在右上角，还没有我空了。
不错。问你呀、啊。来喽，你干嘛二手？哦，你说二手一下。因为他没有给你下线长度，让你抓到底，抓到月底弹起来的力道弹得越大力。是啊。哦。我来。可是这个角度又不能打。就捏的、啊，我跟他拼捏看看呢，看他能不能一个扭动口。哎呦，换边而已。哦，你看他洞给的多宽，连那个这样子都差一点过、哦。可是这样子哦，硬抽给他抽起来看看。哎。啊？干嘛？会过呢。真的。怎么没有打他一下？嗯，刚那一下已经抬到洞口外了哎。那个尺啊！就他从中间射回去。对，怎么没有压下去啊？我吓一跳哎！这台响，这台真的响。来了。冲！我是冲那里呀、啊。冲的角度都不对。哇，来了！哎呦，你到今天要吃到饱了吗？我觉得这一档应该是不会了。来了，冲！哦，他这一档，我觉得绝对有机会，很有机会。跟上次一样，1990出货。你看上一次那个是真的溃败。弹，一颗星。来了，我帮你弹。好，我再一次。来了，出了。你不用玩了。哈哈，好，给你。哎、欸，你那个奇怪的位置。好了，我救出来了。很奇怪呢，两颗都。你看。我也很无奈，他自己跑进去的、啊。哦，好了，给你玩，给你玩。弹。最佳位置。那个。掉钱。我的运来了，不能吵我。运没了。运没了，你要正倾斜一点啊，台主。怎么可能？他这个洞已经给的够大了。这样才好玩啊！哦哦，不要出货了！哦，运没了，夸张啊！好厉害哦！哇，厉害哦！棒棒！哇，棒棒！我有没有棒棒？没办，没办。欸、可是他在这边边，你要先把我拉出来。没派没派，傻眼。他怎么会从那个角度出啊？对，他撞那个直接冲这个，这个角度反而比较小嘞。现在过去。好，弹跳台的话给我玩。运啊，运气。哎、欸，有了。这时候要记住紧。试试看吧。哎，这颗我弹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来了，是要夹夹带。不要再冲去那个位置喽。一颗的时候是最好弹的时候。对。来了。刚刚是这个角度。来了。这个枪位，来出来，出货！这台是真的非常有机会，对吧？哦，他冲了那个，还不要救？对啊，他怎么不要冲这里啊？哎，还是他的出货点就在那？不知道哎。
好了。你怎么没有带出来？可惜啊。那算了，我会傻眼哦。真的。我就青苔哦。来了。妙福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加装一点。来了。蔷薇。刚刚是这个点。是吗？在刚刚应该是在右边一点点。之后它会在内丢。然后内丢一颗星。就一颗星。没有。重错了。这地方冲出来也可以。哎，它越过哎。对啊。其实它很多点都可以出，它这一个点冲过去也会出，然后这个也会出。真的吗？嗯，它三个点其实都会过。那、你怎么都不会过？我今天没运。哦，我的运有没有？有啊，早上我40块出了一个 BB 星。那是技术节。对啊，后翻。不行啊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其实只上一下。哦，蔷薇，太右边了一点。它刚刚原本在哪里啊？刚刚是在左边一点点。左边一点，这里啊。对啊，然后弹了一下。哦，它刚越过这里耶。对啊，它这台三个点都会出来，这个台台主尾巴，它那个三个洞都点很大。卡爪。怎么弹不太会弹，因为它有加重嘛。哎、欸，是不是你的运没了？要换我？是吗？我有一颗运。你看，再给我这里。好、啊。这里我就弹出来了。还是这一颗我们也给它吃到底。真的吗？吃到底还好啊，恢复多无所谓啊。好玩就好。呜、哦、呜。哦300多块，哎、欸，今天是你亲的，够晒了，够晒，今天我够晒。厉害吧，厉害吧。好，那这一次我们抽奖抽 PP 星，那 PP 星的抽奖办法一样会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这一集好像怎么是不是在片尾才有我啊？好像没有，谈的时候也有你啊。好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换人玩一下也比较好。好，那这次抽奖抽 PP 星，抽奖办法一样会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